되나? 네. 还是开心哦，不知道现在的感觉很不一样，就平常去也得不到在外面那种开心。杨旭老婆辛苦吗？其实蛮的，好像有，其实还是算很好了，还有这么多人帮忙，还有这么多幕后的人。其实我觉得很多preparation要做就。 真的没有时间。对啊，其实有打算要生孩子吗？生孩子这种东西是顺其自然的经历咯。所以你今天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从到今天去打波到星期六，今天是吗？所以你会花到？我去那么久。为什么会花这样？就是一个星期时间，通常人家一天都要停。其实因为华人嘛。 华人就有看时间的嘛，然后其实是今天是健身量，然后如果是晚上排球的话，我觉得不知道，我觉得我们那些兄弟姐妹没那么放得开嘛，在晚上练了就改去 weekend 咯。还有什么要讲？有什么要讲？很累。有了，你有很多东西要讲的。连你刚才一大堆东西要发言的嘞。没有啦，其实我希望。 我现在有一个家了，我觉得我希望我的 career 会帮助到一点哦，希望我太太会支持我，然后总之我觉得 as long as I put commitment inside, I think I would have a great family and even my career also. 那你接下来的比赛，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？其实说有点赶时间哦，就因为这个星期六我的 wedding dinner 嘛，然后星期天我就飞去 Denmark 了，就飞两个星期。明年的计划我觉得比较重要，因为明年很多大比赛嘛，就好像康杯。 Asian Game、 Commonwealth Game 很多大比赛，我觉得明年是蛮压力的，希望太太可以明白。既然太太这样明白，你就给他一个爱的宣言吧。爱的宣言，我一问。就 say wow, wow, wow. 嗯，我 look at her. 很重要。I hope that. You understand me more. Like I said, next year I will have my very top year, and then like next year we'll have a lot of big tournaments going on. I hope you understand me, and I'll promise that I will spend as much time as I can for the tournament, and I will love you. Just give it. 祝你们幸福，谢谢，Thank you，好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 so much。